我们电玩包包在2016年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单元，然后包括我们还有走入校园跟学生们互动，没错。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怀念的，对啊，青春啊，青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一切忧愁都忘记了，感觉又年轻了几十岁去了。对，然后去每个学校，然后学生们都很热情，然后也很配合我们，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感动，很感谢他们，真的，而且真的是去了学校才知道，原来就是好多好多学生都有看麦卡贝，对啊，很多，他们真的，而且他们就是你去学校之后，你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像大明星哦，因为每个人都蜂拥然后而上，然后一定要跟你拍照，这样就觉得好开心哦。2017年不知道抱抱会有什么样新的改版，然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学校，嗯，期待，期待。之前其实有陆陆续续要排一些学校，但是比如说有时候遇到他们期末考啊，哎，然后期中考啊，或者是暑假去学校也没人啊，对啊，所以就没有，就后来就没有拍。不过后来刚好年尾也多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圣诞节有没有出去拍，嗯，然后有时候有些展览我们也会出去拍，没有，所以2017年在那边也呼吁一些，就是可能现在有一些厂商，他是看之后我们放上 YouTube 的 VOD， 哎，就可以找我们电玩包包，因为我们电玩包包其实蛮常出去跟大家讲说哪里有展览，然后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去买东西，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们单元叫做杰林带你逛，对不对？那是我们新单元嘛，杰林带你逛，杰林 man 的好不好？对，我带你们到处是去四处去走走看看，然后也刚好帮厂商 promo，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得到更多资讯。是，那不然我们2017年再开一个什么杰林陪你吃好了，欢迎各个吃的厂商也可以找我们，我们全部都很爱吃哦。对，哎，我们都超爱吃的啊。再来办就是杰林带你住豪宅哦，房子我们都很会住豪宅。我跟你讲，我们都很想住豪宅，但没有住过，所以我们一定是最真实的一面带给大家，绝对真诚，绝对真诚，觉得啊，或者杰林带你喝，夜店也可以找我们资助。我觉得带你跳，我觉得带你跳，对，也可以带你一起跳啊，让你知道夜店的生态是怎么样。那应该改，那应该叫什么？杰林带你跳。然后到最后，最后那个节目夜店结束就是杰林带你吐，没有没有，杰林带你看医生，听起来我不太吉利啊，有点大过年的讲这个好吗？没有啦，没有啦，就是说，2017年希望我们抱抱可以更丰富、更多元化一点，然后让大家，因为不光我们只是就是局限在电玩啦，因为希望抱抱是，虽然说抱抱一开始走电玩路线，但是希望在2017年的抱抱是可以走多元化路线，虽然说我们的游戏资讯比较少，但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因为宅男不出门嘛，但是由我们出门带你们认识，也在前面看我们，然后就可以认识世界。下次就可以直接到我们道馆，对不对？所有的主播抓来训练，对不对？哎，那可以找 Ruby， 我那天刚好没空。对，没有啦，我上次就有跟康子雅说，我蛮想去他们道馆看看，我觉得还不错。这是真心话，这是真心话，可以是去访问一下，对啊，或者是我们早一天。每个道馆出外景之外，还是实况组的家到底长什么样，怎么就可以去各自的实况组家，可以耶，好像也不错耶。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房间虽小嘛，我没有骂脏话哦，虽然麻雀虽小，但是呢一定每个人的摆设然后还有特色都不一样，还不错吧，我觉得这好棒哦。对啊，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因为通常观众都透过我们直播看到我们房间，可是没有像专业机器拍这么仔细。对啊所以说啊，我们还可以考验他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抽屉打开里面会有什么，没有，我们今天去康子雅家，然后我们说，哎，不好意思，我们有三个客人，你要煮菜给我们吃哦。没有，就刚刚考验他，还不错吧？这个单元好不好？还是希望多元一点，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电玩包包啦。是的。好，最后一炮我们要看的就是刚刚讲的外景 VCR。第一个我觉得他很奇怪，他写说有大家很久不见的平民女神。平民女神说谁啊？不知道，因为我记得你是仙级的女神嘛。我是，对啊，我是清明女神，不是吗？平民女神是谁？不会是你吧？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女神，当然不是我。平民女神、平民天后吧，就徐怀钰啊。徐怀钰是不是叫平民天后？还是平民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对啊，可是我记得我们裕达高职应该没有吧？是，我没有访问。对啊，奇怪，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平民女神，不知道，不知道。是那个麦卡贝Live直播，你们有听过麦卡贝吗？没有哎、欸，没听过。没有个屁呀、啊！谢谢。同学，你们有听过那个麦卡贝Live直播吗？你有听过？为什么？因为上次经典赛棒球有看。太厉害了，两位同学有听过吗？没有哎、欸。像个 MI 啊！我们今天就是来，像个 MI， 那你们认识杰林吗？
回来！同学，现实我们是那个卖茶杯 live 直播，接下来你们去。好可爱，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你长大之后就变成你刚刚讲的那个。哎，同学，带你们知道是谁吗？带你们有看过麦卡贝来不直播吗？你们都看什么节目？大声讲！现在才知道是。我是变化大大同学，你们都现在才知道是怎样？你超喜欢大大。超凶哎，超生气！我把他们当弟弟看好不好？也是。这是平平女神。救命！我穿这样子配合你来学校做活动呢。你不用配合我，我穿很适合，很可爱。你穿很可恶，很恶心。我怎么很可恶？很渴望吧？谁看到你们就指望了，没有渴望啊？长这样，恶心死了！哦，我今天到底要来干嘛？我也不知道，说要跟你一起。你不要靠太近我了，一起出什么任务啦？我也不知道。两位，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这里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来推广电玩抱抱。但是校方这边呢，他提出一个条件，你们要跟同学 PK， 获胜了才可以让你们推广。好，你啊，我们比同学年长那么多岁，你最多岁，你要留着。你很年轻好不好？而且要 PK 你才推广，那就不要推广了。要推广啊！要推广是不是？对啊，跟同学互动很开心。要推广 ，Eric， 你不会下广告在捷运上面就可以推广啊？哪需要推广呢？还要一大早要看这个恶心的东西到底是怎样啊？下广告比较贵，我们比较便宜嘛。你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啊，所以说那个，不过我问一下想想，你知道那个玉达出很多美女？我知道，看不出来吗？我觉得你讲话，你猜的没？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哎，玉达出很多美女，第一个是我们的国民女神，也是我的偶像徐怀钰 Yuki。哦，是这里毕业的。对，她是玉达。第二个也很厉害，是安心雅，也是这毕业的。第三个也很厉害，是最新新生代的宅男女神，就是我。你是这里毕业的？我是这里毕业，是我的母校哦。哎，是这样吗？对啊，怎么样，都是出美女吧？2005年毕业。2005年，2005年我在玉达上课去抹猜。真的，是讲真的？是讲真的。哇，我看你们都是2005年出生。很正常。所以我们要进去了，对不对？可以进去了，但是其实两位，你们今天来这边出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你们根本不需要乔装打扮，不需要。那你不早说？那不早讲，那我这个就不用戴那么漂亮啊。对啊，而且他还穿裙子，超恶心。对啊，超恶心。那你有穿裤子吗？有啊，穿。你光着脚了。那我们等下可以把它换下来，是不是？好，那我去换，好热哦。好，来，这真的是我们超级热的时候出的外景耶。对啊，很热的时候，超热的。艳阳高照哎，那个制服还是老样子，都不稀罕。有啦，至少他们多了很多颜色，我们以前只有一个颜色而已。而且他们多了好多社哦。很多社团啊。你以前是什么社？我以前是资管。学校好有活力啊。真的，都年轻的起来，我本来就很年轻。哦，你说什么社？社团。我没有。这个地方是他们造型科的一些成品发表，来看一下。哦，所以那时候刚好是他们的。对，刚刚好，可以，他们就直接把那个他们设计出来的样式直接就拼接，把创意用在上面。对，同学你们好，你们是造型科的吗？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才没有这个是你的成品发表。他们现在还有模特儿科，超屌的。模特儿科？对，模特儿科。我觉得现在彩绘达人比赛，没有。我觉得现在真的出了很多，像之前我们讨论到那个电竞系啊，那些越来越多多方面的东西。所以上面的造型衣服是你们做的，好厉害，好厉害哦！对啊，这要做多久？对啊，这个。因为那不是他做，所以他不知道。我们要问你的，我要问你的，你问的。所以我们去看一年级的好了。好猛哦！对啊，超美的。哎，这个球嘞？对啊，这个是秀，那好像比较没有换衣服。哇，太棒！给你拿。
我好像月光洗澡，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我才要惩罚你，没有听到？碧桃真的是出美女又出人才啊！那像以前你会做这些吗？我是资讯管理系的，资讯管理系，我是主电脑。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我这个工具厉害，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边有捐血车哎。走啊，一起去捐血。你捐就好了。为什么？我太瘦了，然后女生也每个月都在捐血。那我每个月都没捐。因为你更年期到。讲这样，讨厌都欺负人家，大我二十几岁就这样子。谁叫你二十几岁？你说谁惹到你？我十岁啊。你失智吧你。搞笑整我呀！他手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嗯，救命！干嘛？因为不能再打脸，知道用耳朵攻击。我都已经换成男生，还要弄我？有很大声吗？很大声啊！哎呀，我们的那个摄影师是不是有点失职？因为他也戴那个，真的觉得他长得好像中村师。中村，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要赶快去上厨师。其实已经快中午，我们可以吃午餐了。所以是放饭吗？没有啦，我们要去跟他们 PK 了啦，去晒一下太阳，走。晒太阳？我都这么黑了还要晒？哇！你他常出外景，你不晓得美女都不晒太阳的吗？好，不是美女可以晒，我知道。随便。哦。那我还叫你接你话。以前不是都会这样吗？你都不会吗？不会。以前很多学长都会这样跳，然后看我那是你呀，没有我。想想跟你说，我们现在要走入很现实的一面，就是呢，我们要走去操场，直接问学生说，他们到底知不知道电玩抱抱这个节目？不是直接晒太阳很现实，知道吗？怕黑。我已经认了。我刚刚默默听到后面的学生有在喊我们节目的名称，可是他喊的是现在才知道。喂，也是说话。现在才知道。大家瞬间冷冻。真的，我是电玩抱抱 OK， 好不好？我们现在那时候直接去排球场问一下，看有没有夏天好像那么瘦。这么多人一定会想听的，应该是很多人。你下次找出外景来找一个，找唯一。反正我今天脸上写抱抱。那个是欺骗。现在我们现在在问路学生。他们正在打躲避球，我们来去问他们说：“躲避球，小心！”对啊，他们是不知道电玩爆发这个情况，一定知道。同学，不好意思，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知道厕所在哪里吗？对，在哪里？好，给你问，给你问，给你问。同学，请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谁吗？我也知道。同学，真正的问题是，请问你们知道麦卡贝有一个叫做《电玩抱抱》的节目吗？知道，不用 PK 了，谢谢大家 ，Love you， 拜。要了，要 PK 了。他们都知道了，怎么办？那不管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今天我们麦卡贝想要跟玉达的学生做一个挑战，就是呢，我们现在在推广我们麦卡贝《电玩抱抱》这个节目。我们跟你们 PK， 我们输的话呢要干嘛？输我们输的话，请你们喝饮料。但是如果你们输的话，加入我们电玩抱抱，按赞，在粉丝专页上面按赞，然后再请你们喝饮料。请问你们愿意吗？好，我热情的好哎。其实我不是很想要加入 PK。好，那我们都蛮真的，好，都没有谁。这种东西就是要真的、啊，已经准备好了。是的，同时玉达的同学也派出了四位精英出来看一下。等一下，精英，你确定是精英吗？这个漂亮精英，这个清秀精英，这个卢广仲精英，这个李刘海是不是剪坏了？超坏，长得超坏，是超坏，是不是长坏了？我觉得他蛮长坏啊！我是说他剪坏的话，我可以介绍我的造型师给他免费嘛？不是，他这样子是故意做造型，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可是我很可爱啊，好小丸子哦。这样跟我们比的话，身高会有落差。你竟然是瞧不起矮人？我刚身高差不多哎，那你爸爸高矮？那怎么办？你的身高比较矮，所以可能在摇摆过程中可能没有办法弧度这么大。对啊，我们不让的哦。我翻译。你翻译？你要翻译什么？两个外国。哦，你好。哎，跟我好像哦，你好。哪里跟你很像啊？人家很帅，你很丑，好不好？我是法籍。喂。
所以你是这边的交换学生？对。你会讲中文吗？你好。你好。哎、欸，等一下，等一下，那他也不是选手，他也不需要翻译了，因为中文上课。秋干呢？秋干呢？那请问我们两个人 PK 四个人，这样子对吗？这样子就是故意的、啊。其实有帮你们另外准备两位选手，是精英吗？是精英，我们现在请他们出场。好，很好。为什么一脸不情愿？我们这一组，就他们俩加入之后，就变成拐瓜裂枣组合。拐瓜裂枣，你也是你吧？哦、不好意思，你是你们两位是加入我们的吗？没办法，一定要加入。那欢迎刘子晴。你不要叹气啊，我也是，我也是爱看到你，我也是爱。我们呢要 PK 的是扭腰摆臀，你的腰在哪里？你告诉我你的腰在哪里？因为我刚刚也尝试过要玩那摇摇车，我怕我摇拿在原地。我们输定了，摇摇车那你坐上去就踩刹车了。对啊，就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呛虾一下？那你们这边派出谁帮我们呛虾？来了，裂掉。哎呦，哎呦，这么温顺。嗯，没有啊，你要怎么？哎呦，那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有呛虾吗？对啊，他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吗？哦，他每天准备好。他意思是说，等一下就直接付了。还需要等一下你吗？这样子，然后你要看看清楚就好了。哎、欸，有这么不想玩吗？不想玩。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也准备好呛虾的人了，就是我吗？没了，就这样，我在干掉。下马威啊 ！Three, two, one, let's go。很累，我现在没扭腰摆臀，就在那叫。黑娜，现在已经十点，不用跳健康操，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啦。不啰嗦，第一关。开始。这真的好难哦！我在现场，我一度想说，我好想死了。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用啊。小时候因为你小时候脚没那么长，你现在脚很长，你就会觉得一直陪在那边不舒服。对啊，没有，他是想说给我们好看，会不会现在暖身吗？在跳舞，对啊。然后呢，第二棒是巴西同学，哇，我们来看一下巴西同学，哎，他巴西的话没有玩过，他应该没有玩，他应该没有玩。OK， 他太迷惑，对啊，太迷惑。原地，他们巴西人可能没那么早起，所以他想睡觉。哇，这花都在阳光下。而且不管他做什么事情，旁边的女孩子都会尖叫的，好不好？真的。而且他一脸邪视，他什么脸好看？对啊，我靠！不要是黑人，我黑人，黑人，白人。好，快到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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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来亲一下，到来亲一下，亲一下，再亲一下，再亲一下。哈哈哈哈哈！亲对了，大家亲啊！我以为要亲一下接力嘛。要亲对，亲队友。我要亲队友，都亲。哎，他是不动的。是不是刚跳得很嗨啊？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很热啊！跳完累了，超热的。还没到一半就没力。巴西有玩这个吗？你看，他真的很好。对啊。他们摇超快的，你看起来好像很慢，对不对？他真的很嗨。还慢步？哎，慢步啊！不知道啊，他在干嘛？新小哥。很快，我们一定会很快。加油！哎，我一脚就摇，然后脖子一直这样子。啊，还没有过线，然后过线才停啊。好，总算是完成。几分几秒？2分38秒。哎，好像有点快，超快的，很快，你们很快哎。那我们就一分半啊，好不好？一分半把它结束掉。你说你一分半吗？不行吗？哎，怎么知道？不能那么慢，是不是？我们四个加起来一分半。对，好啊，那就换我开始。决定先进攻。咦？这很慢，可不可以有人推我一把？哎，你刚刚说接力要亲一个，大前要亲一个。哎呀，打你哦！超大声。开始。干嘛干嘛？我先不要进站了。我前面一点。我真的超慢。我好像坐太前面了，所以他那个往他会一直往前吗？重心会往前吗？这个坏掉了！哎，可以，我偏快了，我知道，屁股不能坐太前面了。哎，你够慢了，我在想。
我兄弟哦，超级兄弟哦，这看起来像在旁边你们两个超像一个驯兽师在教一个动物往前跑的。哎，这个不错了，这个不错了，陈小姐，这个呢？手一起喊，一起喊，这就不错啊，真的很快、啊。小姐，小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现在几分了？快点呢，再一点点传什么？靠你哦！哎，我们的强棒啊！强棒！威力，威力，威力！哎呀，去晒太阳啊！刚去晒太阳。随定的，我是觉得舒惨。前面那班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超多人呢、欸，超多，而且他们这班呢、啊、都是超高的、啊，因为他们好像是模特儿班，看得出来，就是模特儿班。哦，模特儿班，哎、欸，你们有几个没有？你们要升几个？哎、欸，不好意思，啊，你们有那个班带可以出来吗？哎、欸，班带来了，来了，班带来了，你要跟我们 PK 哦？对啊。应该是说，就是我们节目你们没看过吗？我们节目叫电玩抱抱。拜托，现在这个节目媲美综艺节目《玩很大》，你知道《玩很大》的节目吗？知道。那你怎么会帮电玩抱抱嘞？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走吧，我们回家。丢，真的很丢脸啊！丢脸，非常丢脸，没关系。好，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打，把我们的名声打响，所以说我们跟你 PK 游戏。如果等一下呢，你们输的话，你就要请我们喝饮料。除此之外，你们输的话，还要上去那个 Facebook 的专页，帮我们麦卡牌有电玩包包按赞，不能按两下哦。怎样按一下哦？但是呢，我们干脆一次跟他们 PK 两个游戏。你们看后面有一箱饮料吗？有，一口气都赢，都赢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轻量没有在开玩笑，是全班都请。你有办法？你们班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场，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很多啊，八个人哎。我们刚刚说什么？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是不是？我们第一个关卡让我们玩什么？刚刚是玩那个电动车。对啊，第二个关卡玩什么？第二个关卡玩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啊，对对对，木头人我们有四个动作，要请你学一下。第一个是影分身，记得哦，这种美嘎哦，这种美嘎，左手要在前，右手在后，在后面。第二个动作是美人鱼，美人鱼要带紧哦，带紧哦，要带到我，这样子，没带到，再一次，这样。就差不多是这样，谢谢。好恶、啊。好，第三个动作是香蕉，然后还要 B bus。那如果它没有节奏，只是啵啵啵啵啵也可以吗？那要分贝很大声，嘣嘣嘣嘣嘣嘣嘣这样之类的。好，没问题。那第四个也很简单，第四个是杰林。傻眼。傻眼，而且要喊出来。如果你喊出傻眼，太小声。不行。Out。我们让班代示范一次。好。傻眼。傻眼。还不够傻，再一次。傻眼。好可爱、啊，他有那种困扰，哎，吓跑了那种。好笑，真真可以。等一下，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会中间喊小叮当来混淆你们，小叮当是没有指令的，你们就要继续往前跑。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更改一下，你如果随机喊他们是不能动，因为我们距离太短了，就这么长而已啊。好，没问题，那我们就马上进行比赛，马上。
跟学生玩游戏好。现在第一棒由我开始当主，有八个同学跟我们 PK， 如果他指令错，十个，如果他们指令错的话，就要退回原地。而且为什么没有人错？同学们准备好了没有？同学准备没有？还算很正，没关系，很自然啊。一二三，睡美人，不动不动，应该是睡美人，全部都退回去。超好笑！他超好笑！他超好笑！一路往前，跑那么
场。哦哦。六分没了。哈哈哈哈哈！救命！救命！抓到了。他们的秒数是多少啊？哇，这一段玩太久了，可以啦，一分五十一秒。哇，太久了，我们赢了嘛？所以说他们要帮我们下载 APP。对。耶！终于赢了。那我们现在直接进行下一段，然后最后再买饮料。嗯，好，进行下一段。马上进行最后一关的 PK 赛，最后一关考验的是我们的记忆。记忆力。没有错，记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帮同学买东西，同学也要帮我买东西。几个同学？四个同学。我们除了要记名字之外，还要记他的要买的东西。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帮同班同学去合作社买，都要跑三遍。真的假的？忘了他的，忘了他的。你觉得这样？你就是金鱼脑，金鱼脑三秒钟这样。我是鲤鱼脑大一点，大一点。但是详细规则我们还是请我们的统编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嗯。等一下，就是四位同学参赛，你们要分别记得我们五位工作人员的长相、名字，还有我们要买的东西。会有一个，我画个简图给大家看，好，会不会太简单？还没画完。简图，最简单的图，简图。这个很难哎。我们应该要那种让他们记名字，对不对？对。相较起你，这名字那么好记。太简单了，拜托。哎，不是，不是好不好记？是因为我们两个还蛮红的。我自己觉得也还小，所以我们应该要换个名字。那个阿姆斯特朗啊，旋风阿姆斯特朗，旋风阿姆斯特朗哈。啊，那我想到了，我相较名字想一点哦。到底想不想交女朋友呢？我想交。来给你选。这个名字会不会太小？什么名字啊？那我要选什么？这段要留着吗？对啊，奇怪哎，那刚才拍什么呢？对，他们的名字非常的难记，就想一下技巧。反正我们派，我们班派出了有两个长得蛮像，应该也不会。他们其实蛮会玩这游戏，对，长得很像，所以他们应该也很容易混淆。好的，现在呢，我们都已经选好了的，那我们也请那个同学准备好，四个人，请来我的右手边，来来来，请先跟我说你们的第一棒是谁？你就是那个班带嘛，刚刚跟我 PK 的那个班带嘛，对，就是那个傻眼。好，为什么当你是第一棒？因为我记忆力还蛮好的。真的假的？可是呢，我们也是使出我们杀手锏。嗯，我们的五个工作人员都姓陈，陈家人。对，他们是一个大家人啊。先帮你介绍一下，你要记得他们的脸孔，好不好？红志啊，不，红军，你要买什么？我要菠萝面包。请问要指定品牌吗？不指定。OK， 人真好。家军，你要吃什么？你要喝哪一个品牌绿奶？哦，对，一定是陈家绿奶，真好喝。陈红志，哎，红志，红志，不好意思，再请他一下。红志是哪一个？热上红茶，绿茶热上红茶。在陈俊志，俊志，你要哪一个品牌开水？悦式。悦式的。悦式矿泉水。楼下没有悦式吗？那多喝水好不好？楼下有。啊，你只要一个用力挖的，他们只要一个用力挖可以啊，太简单了，他们有的水，他们有太简单了，太简单了，白毫乌龙对吧？好喝，好喝，没有拿到吧？上面单，好，再来，陈俊杰，那我要福斯茶的百香绿茶，哦，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没有卖哦，哎，我接下来要卖什么？没有卖哦，光泉巧克力牛奶哦，你要记得谁买什么。来，请先把他的接力棒 open 之后交给他。另外一个已经查机，哎，不好意思，换提示。哎，换提示。在前半开会，你看。菠萝面包、银质茶几、特上白毫，完蛋了！
大家都很会演。好好忘哦，因为会紧张，你知道吗？巧克力牛奶，刚刚那个感觉可以弄成圈，他就很差的，很好。噔，心虚。我不是什么？我会上一半，我会上一半。好坏哦！哎，我觉得学校里面有便利商店好爽。对啊，现在都这样，爽爽。现在都这样，我以前也没有。以前都是普通的。特上红茶。普通福利社。他是不是喜欢喝奶茶，所以他拿了奶茶。对对对。哈哈哈哈哈。买对了，我只有一个买错，还有一个售完。没有过多面包，没关系，完全没发现。好拼哦！超拼的、啊，为了生命，你知道吗？真的，你是国粉。你知道学生他们热情，就热情在他们都为了想要买奶茶，再买，那你去买啊。哎，他可以退啊！就是花我们卖咖啡的钱还好啦。反正我们等一下都要请他们喝饮料。没有啦，我不知道。换红茶。哎，可以换嘞，爽。威力上有没有跟上？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大过年的威力就已经出来了，太厉害了！出来了，天哪天哪！快快快！你好，那个乌龙面包吗？你他还记得谁要的吗？对，还要记谁要？他还要记得是谁？我多想看到你。加油！加油！这次是白毫龙，下次是白毫龙。你怎么不能面包？没有啊！他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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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君，那个叫什么？什么字的？什么字？什么字？两三个字。三国字。猴子？猴子吗？猴子。猴子来喝奶茶对吗？最强肥仔，你去砸你眼睛！马上回到报告队，我现在很紧张当中，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希望他们五个都去卡夜蛋就好了。首先问一下上校，你要吃什么呢？你们有卖旷世奇派草莓口味？有、啊，不错，好，旷世奇派草莓口味。他们要上校。你要吃什么？他们的外号。什么汉堡软糖综合包？你要吃什么？他们都超刁钻的。模范生点心面，大包还小包？大包系。我有点，那你要吃什么？大包系。营养强化慢一般的。统一钙米钙牛乳，这是什么？没喝过，那是什么？统一钙牛乳，这是什么？你们都喝这奇怪的东西呀、啊？奇怪了，我反正已经直接把名字简化了。
同一盖什么卤的。加上那个真的没喝过。炸后面，然后要葱烧，不要红烧。什么？要葱烧，不要红烧？哎，怎么 open？ 这怎么 open 啊？那我 open 是无点点吗？草莓控制派汉堡软糖，然后你吃什么？我刚刚骂脏话的。快点！有气！我已经忘了，哎，我可以再重复问他们一次，然后记秒数就好了，对不对？可以。好，来计时开始。你吃什么？营养钙什么的，你要葱还是要红烧？葱还是红烧？你要葱的嘛，对不对？葱的，模范生，好，知道了。白。耶！啦啦啦啦啦！耶！好悠哉哦。耶！嗨！还在玩？很难，他们的很难哦，他们很难。第一个是旷世奇派草莓口味，然后模范生鸡汁，然后还有统一一个什么统一什么乳钙的饮料，统一钙什么乳的？钙什么乳的饮料？对，然后一座站的。泡面，然后要葱的，不要红烧。还有一个是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啊！还有一个是汉堡软糖。威力，威力，快点，我忘记了，我忘记了。统一盖什么卤的？统一的卤什么盖？盖什么卤？盖什么？然后就是卤什么的？盖什么卤？忘记了，忘记了。威力，你这是什么盖？卤什么盖？乳酸盖之类的。好，然后还有什么汉堡软糖？汉堡软糖，模范生原味，旷世奇派草莓，对，一度站的葱烧，汉堡软糖。哎，不是不是，怎么卤什么盖的那个？啊，统一卤什么盖？对对对对对。好 ，go。忘记了，忘记了。慢慢讲，真的假的？没有了，换架。你看那边做效果的，就是那种。旁边要吃什么？除了不都是因为他。统一的饮料，卤什么盖的？统一卤什么盖？卤什么盖？忘记了，他是说卤什么盖？好，旷世奇派草莓口味，还有一个模范生原味，还有一个，总共五个。好，汉堡软糖。汉堡软糖。对。汉堡还有软糖。一片一片汉堡软糖。汉堡还有一个拼。旷世奇派草莓口味，口味汉堡软糖。口妹，统一卤什么盖？他刚刚没有说要葱，不要红烧哦。他没有讲。汉堡软糖，汉堡软糖，汉堡软糖，错了，模范生原味，模范生原味。我不会的话就上来哦。汉堡原味，啊不，汉堡软糖，汉堡原味，原味什么盖？卤笋汁混在一起了。请问汉堡软糖？什么卤笋汁？哦，用为什么会变卤笋汁出来？请问模范生原味在哪里？统一卤什么盖？统一卤什么盖？统一卤笋汁。哦，卤笋汁。哦，卤笋汁。哎，卤什么盖？啊，哎，统一呢？没有，就统一的。啊，记错啦，一定是记错。统一卤什么盖？统一卤。为什么不找一下？统一卤会什么的？有卤会吗？卤笋汁好。旷世奇派。一剁赞。要葱是什么？要炖排骨跟葱烧。没有，只有红烧。哦。他不要红烧，他只说他不要红烧。对，我这样几样了，一样两样三样四样。哎，我不知道啊。四样，哎一二，哦五样啊，是是是。可是他这样子，如果他本来就谢谢谢谢红烧的，讲路啊。就上去跟他们讲说没有。这也是 OK。面包没有。同学接过啊，同学接过。哎，谁同学？不是。哎，一桌站，不要红烧。这看起来不太对，说说看。统一炉什么盖，对不对？卤笋汁盖后，统一盖。卤笋汁盖后，盖后盖后，统一的盖后什么盖后？卤笋汁盖后，盖后，盖。很快了，接受屁哦！矿奇派，汉堡软糖，这卤笋汁什么鬼？模范生，就看到的时候应该找统一。他说统一卤笋汁盖后啦。卤什么盖的？你去问看别人是不是？小乔，小乔，我跟你很晚。这是统一的吗？好像是吧。真的吗？骗我！疑惑。我怎么直接换呢？很好看。哎，什么亲戚卤笋是买去了白痴哦？这个对，这个对。然后要葱，不要红烧，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你问他。放后面，应该是上面有写葱烧吧？然后是统一什么乳，统一就对了，什么乳什么盖，有乳又有盖，这是怎样啊？这对这对，你直接下去就好了，我拿就好了。OK， 这个你拿着。哎，慌了慌了。对。他说应该是一度站什么
冲杀。统一的炉怎么盖？炉怎么盖？炉就盖呀、啊。炉炉炉炉吗？对。炉叉盖吗？盖叉，我们炉叉叉盖。炉叉盖。你有没有问题啊？牛乳的乳吗？不是乳酸，是钙化，是乳酸钙啦。乳酸钙哪？乳酸钙吗？乳酸钙吗？乳酸冲烧，一过再没冲烧。珍珠冲来，啊，珍珠冲 ，OK， 珍珠冲来 ，OK OK。珍珠冲，威力大，会玩游戏乱讲哎。我们自己切化，几颗必是啊，乳酸钙啊。对啊。哎，老板娘有在卖葱吗？没有。哎，他们要作战又要吃葱，有这种口味吗？啊，老翁牛肉面就有葱嘞。不是宽锅面，他刚刚说不是宽锅面，自己创东西啊！你确定可能是老翁牛肉面吗？因为是，不是哦。哎、欸，牛肉面不要。啊，卤什么盖他没买哦。Oh my god！ 我跟老板娘讲好久，没有葱的作战东西。可是金车不统一啊，统一乳酸盖，统一。乳酸盖有吗？我统一，我赚钱。统一乳酸盖才对。统一没有乳酸盖。有吗？没有哎。那是统一高钙的。哎，统一高钙。哇，兄弟来高钙烘焙不？我连酒店都买不到啊！啊，统一乳酸比飞多是吗？啊，原本是对的，是不是？哦，要变通啊，做人要变通。原本想说一趟就搞定。摄影机比较累哦。对啊，摄影师比较要扛着。统一没有乳酸钙，统一比飞多就是乳酸吗？比飞多，你再劝劝，统一没有乳酸钙，只有比飞多。然后跟他说，面吃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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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笑。没有，统一没有乳酸钙，只有比飞多。然后那个一度站没有冲烧了，没有冲烧，放哪泡面？我怎么跟一群笨蛋同一堆？他们气死了，他们烂死了，真超烂的。假的？对啊，这么想赢？还有他鞋子，超贱！你的妈，这也很厉害的。超贱，真的超贱，还换发型，还换座位，超低级。你还记得起来？对啊，你记性还算不错。还买座？好了，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公道一点，没人的部分，因为需要花时间找跟沟通，一项没有，我扣两分钟。错了，要我们这边两个东西没有过了，因为我们总时间是10多分，中午还是10分？啊，那你们算，算，过了30分钟，香蕉到底要不要回来？搞定，搞定怎么说啊？没有啦，你是不是中途都跟人家拍照？沿途。那就是中途的意思，你跟了多少人拍照？那没有学生热情吗？可是我们在比赛、欸。有啊，我有边跑哎、欸。你有边跑？我刚跑到最后，差点撞到一个阿伯。我们输了很多哎、欸。有一个啦，那个一多站没有冲的、啊。没有有冲，他们说有啊。没有，我直接进去说，那办公一碗泡面跟葱，他说没有冲。没有，那这个饮料呢？统一乳酸的。乳酸的啦。没有。乳什么钙？没有乳什么钙，你知道乳什么钙吗？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喝过那种东西啊。那乳什么钙？统一、高尿、糖化、钠、乳、钙、他们学校有很奇怪的东西、欸。刚刚店员有拿给我。然后呢？我说不要乱了、啊，不是那个。算算，反正我们输了。那我们要承诺他们，就是等一下你要帮他们打扫厕所。不是给饮料吗？给饮料是我们上一场 PK 啊，他们赢了两场、啊。我们真的是去劳动的、欸、是女厕。我帮忙。请他们有两箱，好不好 ？OK。那我们请他们，我们放到前面，要请你们帮我们发下去，感谢你们哦。然后也请你们就是帮我们下载我们麦卡贝的 APP， 你们都下载对不对？可以打开，然后秀给我们看吗？他们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删掉了。没有没有，不是现在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下面就已经删掉了。哎呀，好占空间啊！大成功在我们这是。
大成功，大失败，我们大失败，我们真的大失败，好不好？但是也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麦卡贝每周一到五都有节目，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来收看我们麦卡贝，好不好？好。好的，那今天真的大成功耶！教没人，然后里面如果有人反吓回应还得了？吓死了！反笑！啊！你别了！你别！我才刚讲。吓死了！洗头的裤子。哈哈哈！不锁门呢？不锁门呢？都让人家有反应。不锁门。这个是我们抱抱，然后去裕达桑子玩，好像是第一次的校园外景吧？是吗？是第一次吗？我记得是第一次，所以是2016年年初。对，2016年。哎，夏天。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后来夏天就开始跑很多活动，然后就推广。我只记得那时候我们每次去某个学校就会想要死掉，因为很热，很热，很热。然后因为夏天除了热之外，还很多蚊虫。对对。然后每次通常学校就是一堆花花草草会在旁边。对啊，对啊，美化环境，美化环境。但是跟学生在一起玩游戏真的很开心，对，感受到那个活力，而且感受到他们的恶意，他们团结，他们超强，没有，他们换鞋子换座位，就我们在这个年纪也是都鬼灵精怪、啊，真的，相信微博，到现在他们还是鬼灵精怪，对不对？嗯，看谁？我还好吧，我那鬼灵精怪啊，鬼灵精怪是 Hiko 啦。一口是用一口。我本人说我吗？现在说我坏话的意思吗？称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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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校园部分。然后呢，后来我刚刚讲了，我们年尾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外景。嗯，现在我们要一起看的是这个圣诞节企划。我还记得我们就是拍完的隔一个礼拜就立刻剪出来，对，超快超快超快。然后那个还是说成功的话要请吃东西嘛，就是因为你们拍完，然后隔天的那个电文包包就哦对大餐吃大。吃大餐，吃大餐，没错。哦，好像是那一次。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吧。欢迎收看《杰林带你》。不是说天气好好？圣诞大餐，天热不像冬天。欢迎收看《杰林带你去吃圣诞大餐》，吃吃，还有什么？很难的。吃圣诞大餐，吃圣诞大餐，还有什么？杰林带你逛吃圣诞大餐之抢夺战。哎，我讲完了。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圣诞节是要吃大餐，是，而且要欠我们这么多，对啊，是啊，香槟还没来，哎，对啊，对啊，對啊對啊今天要干嘛啦？我们在赢的奖品的膨胀，突然想起来，我很漂亮的景点，很漂亮的杯还是很漂亮的景點 ，OK OK， 很漂亮的景点，所以我要让你们一边逛，然后一边破任务。我们是很悠闲，是不是？对啊，我们实况都很忙。你们到这个地方不是啦，宅出没吗？他已经有人出恐慌症了，你知道他多害怕？我们要进行第一关啊，第一关在哪里？感觉其实天气好，出外景除了开心之外，拍出来好漂亮。对啊，光就是搭载有关的东西去啊，这么简单。好，就这样子而已吗？我觉得有陷阱。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还蛮近。我觉得先去再说。有限时吗？没有吧。忘了限时，我们限时15分钟内完成。那我才怕。15分钟。15分钟。15分钟，没差。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吗？先开始2个吗？没关系，我们会给你提示的，好不好？我会等你跌倒之后再给你提示。说，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前面就是那个地，对，黑武士，是不是还可以一边拍照啊？好开心哦！听到那个圣诞节歌，都觉得好像旁边会飘白雪花，感觉都应该很冷。对啊，然后看到那个画面，就一点都不冷。对吗？嗨，姐姐是女生，对。看到好帅帅的。线索2，偷偷看着你去。
就没吃吧？对啊，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哎、欸，威力，威力丢垃圾了。你那边，你那边烂，难怪我想说怎么会飞过去了，对不对？懒去。所以他找到还不是在现场，是现场丢物。而且，对他没有发现我们啊，没有办法知道，哎，应该说他不知道我们这么聪明，可以立刻找到。哦。而且他那个时候以为你们找到了，现在才发现这边有这个。我刚刚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威廉这样子，哎，丢东西啊，真的。任务哎，雨山组路人接唱圣诞歌。我们要，我真的是真不敢找路人。我学起来了，真的找那个真的超惨。我们爱羞羞，对，完全直接。你看他那时候还穿背心，就知道说天气有多热了。对啊，艳阳高照。好啊，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先唱那个新开头的。那我们唱到一个地方，请帮我们接唱。叮叮当，叮叮当，今天多闪亮。厉害啊！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好。好有数。销啊，信心打击。等一下呢，我们听的时候，听我们介绍一下。平安夜，人生。耶！歌手哎，今天蒙面歌手。太浮夸，太浮夸，被星空拉了。技巧不一样，技巧不一样。外国帅，外国帅哥。哎 ，I'm so hot, you know. 完成哦！阿弟有几百个？旋转木马与你的约定。我知道我们上次不是在板桥上拍照，上次你还说我不大旋转。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刚转去吧。好哦。我们出发去那个板桥，超远的。干嘛？啊！十分钟，十分钟，还是跑起来，跑起来。你刚才说十分钟吗？十分钟，我说十分钟。哎，这个好像应该已经撤走了吧？撤掉了，都撤掉了。圣诞节的布景都撤了。好可爱哦，这里。风很大，很自然呢，很自然。You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哒哒哒哒哒，好想买乐高，可是现在煮起来真的是没地方摆。真的，它那个小的东西还好，大的东西煮起来真的超占空间。可是大的东西煮起来才漂亮啊。它下面的是地基要占空间。对啊，它那个就是。一大片，这里不是有手扶梯吗？白痴！是啊，转这么友善哎！原来你怎么？为什么你那么快？不是啊，那边有手扶梯，你们干嘛不走啊？对啊，冲超快，我没有办法，小帅哥就跟着你们跑掉了。我已经跟我一起坐手扶梯的了，我们来找任务了啦，旋转木马应该是那个吧？这上面应该也都撤掉了吧？都撤了，都撤了。可是他们应该会用别的，对不对？因为过年要到，所以就换一些新年，换了一些新的东西。好超明显的，这个红色好梦幻。路人协助拍摄出三张完美的跳跃照，我们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拍跳跃的瞬间，可以吗？哦，好。有妹妹借我一下你爸爸，我们拍个照就好了。三，哟，你好棒哦！谢谢。我再找一个，先拿那个飞飞猫那个男生。Richard 干嘛？我在麻烦你。
真的是有点像。好了，有。太好了，谢谢，感谢，谢谢，拜拜。有，谢谢你，谢谢，有，恭喜你成功。双任务地点哦，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是贵妇的世界，超华丽的圣诞树。那我现在即将出发的是贵妇百货，秒走 ，Go。走楼梯啊！这书有手扶梯，他骑二人组。那个人就是扎人，超明显。哎、欸，看到。拜拜。跑过去了，是？跑过去了。这里真的好漂亮、哦。嗯。然后你们就在人生上面迷路了。没有错。少女都是这样子的，好像真的好很多雪的感觉。对呀、啊啊，只是后来的好多人根本就没办法拍照，对，没办法，而且要找东西根本，我觉得在那人群中要找东西真的太。六什么三等于什么？请找出线索，完成这个算式。这是加减乘除的，哪里面？现在怎样进去？然后就是我们以接力棒的形式，连续最多30秒。它是一个信封，它也装着。输的方式呢，就是你完成这个示范式之后，你会得到4位数的那个密码，可以解开我的手机。那手机拨打号码之后，你就可以取到最终答案。好，我们现在要讨论战术了。等一下谁要进去第一把？你先进去好了。我先进去。地很大，可能要兵分三路。哦。我选右边。那我中间。你就进去直接右边。好，那我们就这样。好。那就是1、2、3棒。等一下，我们要欢呼一下。好。1、2、3，叮叮当，叮叮当，莫名有效，三个人加东西都不一样，莫名有效果。给你们看，我在质疑说我到底要想哪里，我都没有看到任务卡。好了，现在几分了？我找不到，好了，我没有逛街，也没有拍照，怎么办？找不到，这还没接到他人影呢。加油！你刚刚走最右嘛？我走最右，不要被周围的东西迷失了方向。没错，迷失了方向。你还有之外，一个人的30秒太短了吧？超短，而且那么大。对啊，一定会迷失方向的、啊。超多。哦。好，加油！我要计时30秒了，开始。加油！紧张，这里人很多，我当自然自愿，那你这样谁？你自己是很漂亮的，讲出这句话就完蛋了。哪里有黄色？奇怪啊！大熊熊可以靠哎，可爱哦，超可爱！这里还可以用餐呢。我是本来要想叫路人帮我拍照，雪地里，他们两个都会放慢，然后算了，已经1分半。我跟你讲，现在已经过30秒，我们很紧张。他回来了！哎，回来了吗？没有。是最后的希望在你身上。如果说今天真的，对，等一下最后干嘛？你干嘛？因为你没有上班，但他希望帮你。我觉得他今年会有少女心。我觉得好，那我真的加油。这个女装，女装走没码的，女装再来就裸了，进去喽。拜。啊，不行，我放弃了。你太快放弃了吧？我觉得大餐已经过不去。行啊，太难找了。哎，你看刚刚他好像跑出来了，太难了，看不到。不是，哎，不要乱拨啦，没有藏在身上。现在是会被？不是啊。哎，我觉得一定被人家拿走了。怎么说啦？你还帮你拿高货，不然这都是我们作弊。你记录下来。好，你怎么可能不见呢、啊？奇怪，我不是放在圣诞树下面吗？圣诞树下面没有吗？真的不见了。刚把信封袋放在那个拍照圣诞树下，
照理说应该在那个拍照的几分钟不见了，完蛋了，他被人家扫地的拿走了。人家好像是线啊，这是对啊，拍照整个有。他说看到这个眼瞎了，哦，太阳犬。怎样？真的不见了。我刚刚进去，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看到什么呢？跟超多大扫的阿姨阿伯。完了，他们可能把我们任务丢掉。怎么办呢？你说。没让你通关。真的假的？妈。那我们直接进入任务最后一个是奖励。6638。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敢打。一通气就是 Eric 住家哎，好紧张哦。Eric 我想说那鞋臭香，我说哎喂。哎，我是杰林。哎，那个，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6638，6638。喂，他挂我电话哎，他说嘿嘿，杰林啊，嘿，最近表现不错哦，圣诞节快乐，然后就挂我电话。那我们任务成功，现在给他解散是？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就这样。今天呢，圣诞节的圣诞大餐抢夺计划大成功，给你满满的圣诞大餐。外景真的是很好看，对啊，但是不知道观对观对观众来说，他们因为他们喜欢的是实况的东西，对啊。那像有时候我们这样拍一些外景的 VCR， 不知道是怎么样，对啊。就对他们来说，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觉得到后面其实很多其实都已经变成喜欢看实况组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就是他们体验不同的事情，所以像。威力不是每个礼拜都会找不同的实况组来跳跳 Just Dance 啊，做干嘛？他们会想要看他们做的那些互动。可是那个互动是在直播上面啊，对啊。可是像我们外景又不是直播，他们可能就有点小小的，你知道失望。哦。但是我们还是陪他们一起看啊。对，我觉得不会，会陪他们一起看，这样我觉得很 OK 了。是的，好不好？对啊，希望这一整年的回顾让大家知道，我们真的是用生命在拼，然后用生命在卖卡贝的这个平台下生存，然后带欢乐给大家。是的。对，今天是还在我们过年的期间初三的一个部分。嗯，在这边呢，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吉祥话，大家也一起讲，好不好？好。好，那我在这边呢，一样祝大家在鸡年上面呢，一定要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嗯、再来，今年顺利快乐，好不好 ？OK， 希望各位有任何的梦想都能努力的追求成功。好，好，再来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事业宏图大展。耶、yeah, ！总之呢，新的一年2017年，希望大家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更近一点，更努力一点，然后可以呢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还有孝顺啦。没有错。是的，今天呢我们大年初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电玩报报，跟我们一起收看我们2016年的回顾。耶！来，新年快乐！在这边感谢我们神送赞助播出，谢谢大家，谢谢 HyperX 赞助播出，谢谢。是的，谢谢大家今天收看，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礼拜一7点收看我们电玩报报，大家拜拜。拜拜，恭喜恭喜啊！